是个巨型枪，他要死，我等下去打他。高兴吗？高兴吗？没有射到狙击枪，我又来了，我要死了。You die！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跟我一起来玩七弹大作战二。今天我想要用这个武器哦，是一开始我们拿到的枪弱叶枪来对战，我们出发咯。七弹大作战是一款线上对战的游戏，每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，我都会上线跟大家一起玩，跟我的观众一起玩这个游戏。那平常我也会上线去参加我的观众的战局哦。那我现在是参加嗨嗨嗨的战局，加入到一半Swan 也加入了另外一个观众，那我们就用弱叶枪来对战。我有人要过来，有人要过来。嘟！我的观众嗨嗨嗨被我打死了，小心我炸弹。哦，天啊天啊，走了走了。You die！ 如果大家想要跟我玩期待大作战这款游戏的话，欢迎大家加我好友，我的好友在这边。那我就专心的打一下。我在这边，没人看到我。筷子，筷子，来个炸弹！撤撤撤！到别人的领地来了。啊！被人家杀死了！You die！ 被炸死了！You die！ 呜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笨！You die！ 不知道打怎么样，结果赢了。今天就是弱叶枪特辑啊，完全用弱叶枪来对战，出发喽 ！Let's go！ You die！到水里面去，冲了！跳哪边去？你要跳哪边去啊？跳起呀！哦、oh! ，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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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跑哪去？跑哪去？跳起了！过来吗？要过来吗？差点被人爆死！好多炸弹，好多炸弹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厉害，从这边过去。好、哦，抓到你哦！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看到。被打中了，厉害！哈哈，中人家的炸弹。传一下，传一下。这场我们好像要赢了，结果赢了。大家看我在玩七弹的话，我是从 level 一开始玩哦。不知不觉就已经到 level 81了，我几乎每天都在玩这个游戏，超爱这个游戏的。准备好要开战了吗 ？Go！ 我这落叶枪的那种枪声听起来就觉得很清脆啊，好听。这个狙击枪他要死，我等下去打他，以打狙击枪为目标来了。You die！ 高兴吗？高兴吗？没有射到狙击枪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狙击枪准备好了吗？我又来了，好，我要死了，我还有好几次机会。你太弱了，你。You die！
你被喷死了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我们好像要输了，结果赢了。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虽然吃土的一半一半，但是如果你杀的人比较多的话，你就会赢。我杀了五个人啊 ，Good。那我想我们今天秀完到这个地方，如果大家想要跟我玩的话，欢迎大家加我好友，然后每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我们线上见，拜。